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娱乐泡泡圈。玄彬结束《爱的迫降》后，忙着投入新电影交涉。近日，玄彬、黄整文等主演也乘坐包机飞到约旦拍摄。玄彬穿着白 T 现身机场，造型休闲轻松，但玄彬那壮阔的宽肩与胸肌还是引起网友热议。回顾玄彬的机场时尚，阿公时期成熟霸总风，衬衫微露超诱惑。玄彬这套造型竟被说像黑帮老大。玄彬、黄整文等人主演的电影《交涉》日前已在韩国开机。这部电影讲述在中东发生一起绑架事件，众人努力营救韩国人质的故事。因为题材设定，剧组必须要到约旦取景，但因为肺炎疫情问题，经过几周的协商后，《交涉》剧组终于取得开拍许可。玄彬、黄整文等主演将在约旦当地停留2到3个月，剧组也在13日凌晨包机飞往约旦。虽然这次玄彬的机场造型穿得非常低调，白 T 运动裤打扮得非常休闲，再加上口罩帽子，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。不过就算是这样，玄彬一现身还是引起了众人瞩目，不少粉丝都被玄彬厚实的宽肩和胸膛吸引。玄彬的胸肌把白 T 撑得满满的，连手臂也都是精壮的肌肉，这身材看起来真的是让人很有安全感呀。玄彬这次飞约旦的造型算是非常休闲舒适的风格。其实玄彬过去的机场时尚有好几套造型都非常好看呢。玄彬的机场时尚衣，休闲衫加白长裤，成熟霸总风。去年玄彬从韩国飞往广州，上半身一身简单的黑色休闲衫，下半身则是白色长裤，展现了优越的大长腿。当天玄彬将头发整个梳起，整个人显得非常清爽，又有种成熟男人的感觉。这样的颜值走在人群中真的是太显眼了，完全是各大电视剧中的霸总真人版啊。玄彬机场时尚棕色衬衫微长，不经意间都在诱惑，这也是同段时间来往广州的造型。另一套玄彬穿着一身淡棕色系的衬衫，加上米白色裤子，同样也是走干练的精英风格。不过超犯规的是，玄彬竟然不好好把衣服穿好，口子敞开了一两颗，微微露出胸膛，明显造型很清爽，怎么突然又一秒有点诱惑撩人的感觉，太犯规了啦。玄彬机场时尚三，黑白配纯白色衬衫加黑裤，比起前面的霸总风，玄彬这一套就显得呆萌多了。玄彬这套是黑白配，上半身里面穿了一件 T 恤外搭衬衫，下半身则是黑裤。玄彬的头发侧分，不过玄彬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睡饱，整个人看起来好像在放空，呆呆的看起来很可爱。玄彬机场时尚四，淡绿色长版大衣是阿公刘代表。玄彬在刘代表时期有好几套机场时尚都很好看，同样是将头发侧分，玄彬身穿淡绿色的长版大衣，里面搭配黑衣黑裤，看着玄彬穿着这一身走过来，总觉得下一秒刘代表就会变出剑当武器开始砍怪了。这套真的好刘代表啊。玄彬机场时尚五，阿公刘代表风格，手插口袋望远方，根本高级画报。这套也是刘代表时期的机场照，这系列的照片在韩网大受好评，不少网友们都赞叹着玄彬的颜值。只是那样手插口袋凝望远方，也有种拍海报的感觉，不愧是全韩国女性都想拥有的男人啊。玄彬的机场时尚都是以休闲为主，黑色 T 恤牛仔裤，再随意搭一件外套，整个人也是帅出新高度。玄彬机场时尚六，暗色花纹衬衫加墨镜是霸气黑帮老大。比起前面的霸总刘代表风格，玄彬这一套就被说像黑帮老大。全身暗色系的造型，再加上花纹衬衫、墨镜和一些胡渣，还有几位保镖，看起来真的有点像帮派大哥。其实玄彬在《极致对决》里的反派形象还蛮帅气的，好想看玄彬演一次作恶多端又渣又帅的坏男人啊。玄彬机场时尚七，刘海高梳，黑色皮衣像高级男模。玄彬前几年的机场造型没有现在那么成熟，有一次玄彬身穿一件黑色皮衣，刘海往后梳，看起来也是随性又帅气。这系列的照片看起来很像欧美时尚杂志会出现的男模，明明玄彬只要把东西装进口袋，看起来也像充满高级感的 pose。